福所有的选手啊，今天取得自己好的成绩啊，谢谢。各位选手和你们的粉丝团们表示深深的谢意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会议现这个比赛时刻，加油吧！期待着大家的精彩和成功，谢谢。今天的第一位表演者是王真真，王。You
Oh,
有请王伟来。最佳台风奖是石雪梅。石雪梅。下位是最佳服装奖。最佳服装奖的得主是周天红。最佳服装奖是周天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是最佳魅力奖，得主是赵华宁。下面是最佳艺术奖，李红林。好，恭喜。李红林先生最佳艺术奖，好，恭喜您，李先生。网络人气奖，轻松组的是冰秋石，少年组的是陈泰林，成熟组的是孟建芳。好，恭喜。再到了。也感谢我们的几位赞助商们给我们这次比赛的大力的支持，感谢大家。啊，我们的歌唱比赛的成绩出来了吗？现场最佳现场人气奖，得奖的人是得奖人是亮亮。亮亮，恭喜亮亮。少年组第五名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好，请我们的评委一起上台，好不好？我们所有的评委一起上台，感谢大家，你们真辛苦了。恭喜你，可丽亚！好，非常感谢你的到位，先不要走啊。请我们包老师。好，辛苦了，包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的下一个奖项是少年组第三名 ，Christine Long。恭喜，非常恭喜。好，请我们的李老师。好，请我们的评委老师颁奖 ，Christine， 恭喜你 ，Christine。少年组的第二名 Selina Mu， Congratulations Selina。 好，感谢我们小何老师，您辛苦了。Good job， Thank you。 好，我们的少年组冠军第一名是Nelson Jameson。四王老师给他颁奖。好了，我们的成熟组的成绩也已经出来了，第五名是这个是什么字啊？韩丽梅，是不是韩丽梅 ？OK， 第五名是韩丽梅，有请。
第三名是 Mike Wade， congratulations。 Third place winner Michael Wade， come on up， congratulations。 OK， 我们请我们这边的哪一位赞助商先生出来好不好？好，恭喜 congratulations， third place。成熟组第二名是车奴。恭喜你，车奴先生。好，恭喜你。